刚刚走着走着感觉我的腰带都掉下来了，就这样了，然后就一直在硬走。嗨，大家好，我是卓彦哲，现在是凌晨12:35，我们的飞机刚刚降落，行李刚刚取完，现在正在坐车。我从上海虹桥机场现在要到彩排的现场，因为明天呢我要去参加 Pony 在上海时装周办的一个品牌分享秀，所以明天也会有一个走秀的一个环节，因为从来都没有走过，所以明天还是蛮期待的。这两天可能状态不太好，因为有一点点感冒了，放心，一定会调整到最好的状态的。 Let's go。虽然现在到的时间有点晚，但是还是赶到了彩排。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会加油的，会全力以赴的，加油加油加油！刚刚已经走完一遍，现在还要再走一遍，感觉很兴奋，毕竟也是第一次正式的走，所以也会看看真正的模特是怎么去走秀的，然后会学习，觉得明天一定不会很轻松，但是希望能够走秀的时候可以有这个轻松愉悦的心情还有自信。我最好的兄弟杨一光也到场了，很开心能够和他一起工作。 Nice。走了好几遍，秀导让我们中间走，然后中间回来比较偏，我现在要飞艇一下，然后再等着试衣。这是我明天的走秀的衣服，我觉得很好看，而且很暖和，里面而且是加绒的。那我的袜子也很好看，残酷。明天我是倒数第四个走，刚刚也看了很多专业的模特在走，学到了很多，主要还是要有自信，自信其实还是有点压力的，不过明天还是会全力以赴的走完的。现在已经1点多了晚上，然后大家还在这么努力的去做明天的这个秀的一些工作，这些都是明天的定妆照。现在是比较空的后台，明天呢就是我模特和化妆师化好妆，就在后场。现在已经1:30快2点了，今天的整个飞艇和彩排就结束了，就让我们开场见吧。拜拜。现在是早上10:48，现在在准备化妆了。昨天晚上是睡得很好，然后也没有咳嗽，比较欣慰，因为之前睡觉都会咳醒，然后要很久以后才能睡着。大家一定要注意身体。可能打完这个底我就要去吃饭了，因为刚刚饭来了。现在我去吃馄饨了。哎，这是我住的房间。还是可乐。哇哦。这是我的早餐，丹麦包、烤肠跟鸡蛋、美式咖啡、小馄饨，是上海的特色。它可能有一点点坨了。现在我开始吃了。空腹我先喝一口美式，为了消肿，然后喝美式的时候不会加糖，感觉就会苦苦的，就像人生一样，有的时候苦涩。吃一个丹麦包吧，这个咖啡很苦，这个丹麦包有一点点甜，就是先苦后甜的感觉。这个里面有巧克力。哎 ，OK， 现在我吃煎蛋，哦，这是糖心肉，哎呦，就是平时很少吃糖心的，因为我怕会腥，不过还好，并没有腥味儿。乾坤大挪移，虾的那股鲜味儿。哥哥告诉我要快点吃。现在要准备继续化妆了。
我们 drop the beat。这就是沙发，每次出门还要夹夹夹夹夹，然后不夹的话就这样出门，就像特别像烫头没烫好一样，就感觉自己油都快秃了。一般洗完了以后都很少用护发素，然后洗完擦干吹干，用夹板板的拉直，再涂一点点酱。现在要准备出门喽，今天又是玻璃门的一天。OK， 现在我们要出门了。哇，这个风吹得好舒服，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哇，今天天气蛮好啊。Yeah， yo， let me in。现在我们到了目的地新天地，等一下应该是先开始发布会，发布会结束以后就要准备走秀了。等一下带你们去看看后台。会儿见。周叶晨往新春，好，请大家耐心等候。那你自己怎么画？我现在在编。搞事情。现在我们要请上的第二位搞事情的男人，他是周叶晨，让我们尖叫声大声欢迎我们的周叶晨。会有一些误差，所以我们临时调整我们上场的顺序啊。让我们有请周叶晨。平常也比较喜欢涂鸦这些东西，因为我有一件皮夹克，就是有一个特别好的哥哥，然后帮我们全都是手绘。来来，给我们解释一下可以吗？就想画两道黑的，然后把我的名字写上，然后我觉得可能黑色接的还不够，然后就拿了一个蓝色的笔，再画画画画，然后就被叫上来了。刚刚还没有画呢就被叫上来，所以现在就在这个文化单位最想推荐的是哪一个？所以呢，我们这个呢是疯子，疯子来说对我的意义很大，因为这是我们的队伍，也是我。昨天有考核，不知道成没成功，所以不管成功与否，都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的经历吧。这边画了一朵花，气势是向日葵，因为郑浩弟弟呢，在我起了个名字叫周日葵，他说我是向太阳葵，用这个随便画，画了个 Z， 画了一个啊，这边写了我的名字。好，我看到了我最喜欢吃的芝士。听说你最爱吃麦当劳了？没有，我都很喜欢吃。主要是汉堡。嗯，它这个芝士画的恰到好处。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后台，然后可能等一下就要换衣服了。刚刚已经稍微定了一下妆，等一下还要贴一些 logo。今天的后台已经跟昨天超级不一样了，昨天是空空的，现在呢有很多的人都在准备着。运个劲，是吧？这是我今天的 look， 再等一下走秀的，还是很青春的阳光。在这个后台呢，有点紧张，有点兴奋，就比较期待等一下自己走秀。昨天回去其实看了一下镜子，就那么走过来走过去。今天早上洗澡的时候也是，其实比较担心的。过来，这是我们最好的兄弟，嗨，他叫杨一光，啊，干黑了。这也是我们两个第一次在一块工作吧？对，工作第一次相遇。啊 ，nice， 终于能够在工作上相遇了，不是日常的生活中总见面。选择了贴在了脖子上，为啥？洋洋哥让我贴脖子吗？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的服装的一些小细节。
鞋带啊，鞋带是前后系的，然后袜子呢，然后也是塞进去的，一个小包是一个配饰，包括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小的一个就是很有细节的东西，包括这边也是我们裤子上有带子，就是很机能风。给大家看一下秀场里面的后场，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包括画在本上的这些创作啊，这些很多很多人。这次我们也是那个青春有你的训练生，然后跟师哥打个招呼，然后在大厂里面还有一些选管哥哥姐姐们还有编剧姐姐也经常跟我提他们，然后也之前也看过哥哥的节目，好棒啊。没有都很棒，其实参加这个节目都很容易嘛，大家每天的集中训练，哇，有的对都不想练了，都是有精力疯了，就反正也挺好的，挺累的。哎，哥我跟你合照。OK， 我也来一张，我们一起合一张影，好不好？好了，排队，让我们排队。我们去排队了。啊，加油加油！现在大家已经站好一排了。然后我们就和我们都在一起，现在3:40了，应该是我们很早开始了，所以让我们期待一下吧。这是我这套衣服，哈哈哈，也就要开始了，就开始。大家都在通过这个屏幕在看前台的一些状况，哇，他们在跳那个 popping 和 pony 的结合，来四，马上就到了，现在比较紧张，这个心情呢有点激动。nice， 哦，我兄弟，哦，哎，我兄弟 ，nice， 我要上了，现在把这个相机给姐姐。硬走，很开心，然后比较激动。哎，好紧张啊！太慌了，就是感觉哎，就哎，怎么后脚跟落不地那种？就是大家都看起来就很严肃。是的，其实是很严肃，就是很慌，心里很慌。秀结束了，也解放了。对于第一次这个走秀，也很满意。反正没有出什么问题，我觉得已经很开心了。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种活动，多走一些秀，因为我真的很喜欢时尚这个东西。我觉得走秀和射击还有骑摩托，它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就会比较有这个动力去做，以后也会了解更多的专业知识的。现在是已经走完了秀，然后现在后台大家也都很忙，都很辛苦，可能要准备收拾东西吧。因为我没有在台前去看这个秀嘛，但是我在后台呢看到了很多模特，然后穿了很多特别好看的衣服，哇，就是充满设计感的那种，就身上又很亮很亮，有镭射的那种元素，哇，真的是风格很棒。然后这次呢，上海之行就要告一段落了，我要回家了。对，然后很开心能够参加这次的 pony 的比赛，非常 pony 很好，所以现在要走喽，拜拜。